就说我们开一间那个啊，女性向，女性向，不是有女性向的漫画跟游戏嘛？嗯，我们开一间女性向的二手车行，嗯，门口我们就挂好几个那个男生的大头照啊，我会偷摸弄啊呢。要打去练武室打那种，染头发嘞，好不好？好，那进来，哎，你在下面是？来，你好，欢迎光临小狮汽车女性向专卖店。我们店里都放一些适合女生的车啦。是。那请问您有这个指定的服务专员吗？哎，没有，我第一次来。哦，好的，来您这边请坐，上水果盘。好，爱君小姐贵姓？哦，林小姐您好，好。然后呢，哎，好了，可以再进来了哈，就带一排进来，五个、六个这样哈，大排排。哎，跟李小姐问好。哎，李小姐好。李小姐敬礼哦，还是这样。林小姐好，那请问林小姐，这里面有您觉得这个满意的服务专环肥燕瘦嘛？五位安呢？卡嘞哇，他有的就比较瘦弱的嘛，对，好，他有的就比较懒惰安尼卡的，三七步安尼哇，有的像阿呆这样看起来可爱可爱的，戴个帽子那种嘻哈派的，哎，搞不好也有人喜欢啊，哎，有太阳菜那种留胡子的嘛，哈，有戴眼镜的，没戴眼镜的，对，有人就喜欢那种，有看爱动漫的哦，有人都爱一种挂目镜啊安尼，哇，好，有人就喜欢这种的嘛，好，比较傲娇的那种感觉嘛，好，还有那种阳光运动类型，抱一颗篮球一样，这也算类型的一种嘛，也有像请杰马萨吉耶啊，艾迪达缩口裤啊 ，NMD 啊，挂着金花的呢，也有这种的嘛，有，这也是个市场吧，是，来挑哦，中间这个好，这个叫 Takuya， 中文怎么讲？拓野，好，拓野啦，拓野。哎，他姑爷，哎，他叫托姑爷，来，在林小姐旁边坐。哎，谢谢林小姐，好，那、啊、你们都走了、哦。好啊，走之前要有礼貌，谢谢林小姐，然后全部就走了，有没有？哎，我们是卖车的啊，我们只是隆重了一点，先选服务专员，选定了之后，哎，那您的用途是什么啊？哈、哦，那你喜欢什么类型厂牌的车啊？那要不要开一瓶香槟王啊？可以，口渴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有招待茶水，可是你如果要另外开，你欢喜开心的话，你也可以为这个塔古亚开一瓶香槟王嘛，嗯，好啊，酒杯叠起来嘛，嘿，哇，倒香槟王，你觉得他服务很好，你点香槟王嘛，啊，服务不好，你可以叫组长进来换人嘛，好、啊，坐下来，好、啊，这你想要找什么样的类型的车，来，那行路就拿出来 ，iPad 就拿出来滑，对不对？跟他讨论，因为女孩子对车不懂嘛，她需要选一个让她觉得很安心的人，她才有办法买车嘛，哎、欸，慢慢跟她说明，哎、欸，我们的保固是怎么样啊，好，到最后来，好，那你已经选定这个欧。偷了，我们就带你去看实车。哎呀，林小姐里面是，哎、欸，头要护着，有没有？请上车。哎、欸，来来，小心你的头，有没有？我们要温柔嘛，呵护，雅莎旭嘛，让她觉得倍感温馨。她在家里，她老公没有这样对她，妈的门甩大力一点都叫啊，哦，还是那个高跟鞋踩到火钉，那你裸车，你赶紧回掉，你就叫，哎呦，哎呀，冲！你在路上如果看到一个男生会帮女生开车门，就两个状况，两个状况，车是新的，对，马子是新的。哎，这我的咯，我跟客人买好了，哦，不要怕。好，我们就哎、欸，他坐好了，对不对？不能让他自己发动嘛，哦，一直在加嘛，对不？你要为加嘛，哇，来，我帮您发动哈。哦，扑通扑通日文的那个。Doki Doki 呀，哇！发动完，坐在旁边，慢慢两个在车上享受这个独处的这个时光，享受我们专员精辟的这个服务。解释好，一直到签约，签约之后我们当然有一系列的这个活动嘛。林小姐，您今天下定的话，哈，还可以获得一个 Takuya 的等身抱枕。好，让你觉得说你开车的时候 Takuya 都在旁边陪着你。你要出去下品买菜的时候 Takuya 的等身抱枕都会放在这个副驾驶座陪着你。那我们还有一些选配嘛，哦， Takuya 的菊花， Takuya 的小黄瓜，那个都不实用，小黄瓜放车上一下就坏掉了。没有，我只是讲的比较含蓄，你是嘞？你就是要我讲电动塑胶小黄瓜吗？奇怪嘞，我们要讲话委婉一点。Takuya 的这个温暖的手背抱枕啊，他回去他可以枕着他睡觉，这样子啊，这宅男很喜欢，对不对？有啊，还有那种。女生这样子有没有？这样坐着的那个腿啊，有吧？我记得有卖那个东西，然后你就可以这样
射他腿上，有没有？是不是有这种东西？很爽的。好了，反正就是如果有机会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开一个这种女性向的二手车的贩卖？好，让女生觉得说，哎，对二手车充满了信任，充满了温馨、被呵护的感觉。甚至你买了车之后呢，你不太会开车，他故意啊，你也在框，你知道？啊，利用他这个业外的时间带你出去学开车啊，还是说你有时候晚上喝酒啊，那你车没办法开，你也可以跟我们 Takuya 讲啊，对不对？他也可以来帮你，哎，看是你要载你回家，还是你想去哪里载你去，没有问题的嘛。哎，这个方向应该可以吧？我们再筹备一下吧，应该是有赚头啊。好，那以后大家期待啊。哎，我们虽然只有4%的观众女生，有需要的记得下面留言打加一哈。这个按赞数够多，分享次数够多，加一次数够多，我们就开。换几杯。东湖王阳明啊，还是这个来湖来口令去啊，金山的金山找啦，比如说这种的我都给你找找来，看你要什么 style， 环北夜的时候我都有啦。还记得一件事情，然后坐台前哦，旁边你那卡要记得逼一下，啊，不然薪水你也不到，刚他故意忘记逼了，嗯，他刚刚都白做工，对，刚刚白做工，他忘记逼了，啊，老塞，拜拜。